遐尼侪通啊，小婷也是有紧接电话，敢讲伊真正拍算要闪票？建志，你现在哪里来啊？你来找我，有什么代志？哦，我问你，你今天有去过新时大楼的停车场？你问这要创啥？你卖问，你回答我就好。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。你这是什么口气啊？你即马是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讲话？是我小弟，还是检察官？你是把我当作犯人的心门？我刚才是问你一个真单纯的问题，你敢有需要反应这么大？敢有需要这么反抗？因为我无介意你讲话的口气。你问我是不是有去停车场，到底想要创啥？那呢？我阁问较清楚，你今仔日敢有记着郭佳佳？你即马讲话口气，敢若真正是咧审问犯人？若是安尼，我无想要甲你讲，你即马会当离开啊！既然你就有相片，搁走来问我，你是惊我会讲白参？无唔对，我是有记着郭佳佳，我嘛甲伊冤家。安怎？迄个通缉犯，因为我甲伊冤家骂伊，伊为着要告我公然侮辱，家己走去警察局自首。郭佳佳伊出车祸，被人发现倒伫个停车场，送去急救了，伊即卖昏迷指数。敢若剩三，是毋是会当活落去？阁真歹讲。郭佳佳出车祸，人阁昏迷。伊甲你出现的时间点，甲伊出车祸的时间真接近。哥，你当阵你敢有在场？你问我迄时阵是毋是有在场？哪日你规气问我讲，人是毋是我弄的？原来你真正把我当作犯人心门，孙建志，我跟你讲，人不是我弄的，啊，不过真感谢迄个弄伊的人，解决掉一个，早就应该死的歹人。哥，你莫讲气话，你较冷静的好无？那真正不是你，我拜托你提出证，因为今嘛，嫌疑上大的就是你。好啊。做你去查，我是有把车开伫迄停车场，我嘛拄着郭佳佳，佮伊冤家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无想要继续佮伊冤啊，我人就离开啊。那是伊哦，去上弄的，我是无看到。代志经过就是安尼，我讲完啦，你佮有甚物要问？根据医生的判断，还佮有报警的时间，郭佳佳出车祸的时阵，还佮有相片上。你出现的时间真接近，好，就算讲你真正无对伊安怎，啊，不过你离开的时阵，你敢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，还是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我跟你讲，前一暗吼，我心情无好，走去泡杯饮酒，不过拄到钟伟哲呢。后来吼，我饮酒醉啊，啊醉到隔顿刚安怎离开泡杯，还佫有。甲郭佳佳咧玩啥的代志哦，我完全拢袂记。啊，规个代志过程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你若唔相信哦，你会当去查，看我讲的是毋是真实。安尼你的车？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啉酒醉啊，啊醉到连我车停喺倒我拢袂记。后来我是坐计程车回去厝。哎，啊，刷来，
你是不是要问我，敢袂记欠遮的车牌号码？哥，我希望你讲的拢是实话。啊，若无状况，会比你想搁较严重。我讲的当然是真实的啊。你上好调查较详细，一日一日去问，问愈详细愈好。我先来找。哥，你敢知影郭佳佳出车祸这件代志是谁去报案？是谁？是大庆。哦，哦，那也才拄好啊！啊，竟然是伊去报案。啊，那呢？你赶紧去问伊啊！哎呀。听到报案的人是张大庆，哥的反应真奇怪，敢若无啥意外，哥，伊确实真有问题。